生活中有一个词出现频率很高，阿弥陀佛。那么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，无量的光明，无量的寿命。众生心善多念佛，我一切烦恼全解脱，于是莫愁想向佛，随缘自在方得快乐。我佛慈悲阿弥陀佛，我记得心善恶事不错，重得善因必得善果，问心无愧阿弥陀佛。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摆脱尘世的枷锁，念两声阿弥陀佛，无忧无愁心胸广阔，念三声阿弥陀佛，苦海浮沉不坠落，念四声阿弥陀佛，心情受伤多快活。